这个添加物苏丹红，看我播，那是多阿多的，我不得话我会发脾气，直接。啊，恁大家拢爱食虾米，我靠安尼嘞。辣椒哈，国人吃辣的这个习惯是相当普遍的。啊，那大家吃，大家爱吃大麻，你们的大麻毒品拢免检查，哦。啊，大家拢爱趁钱，啊，迄个洗钱的啦，啥物跋筊的，恁拢免查。啊！恁大家拢爱食虾米啊？怎做还是还因安尼业务上济做袂起安尼哦？啊！偌清地啊，要用完毕生，我当然互我甲笑了，笑死啊！啊！恁拢共租，恁拢用共租，你是人甲你讲安那，你也要对安尼？啊！你不要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啊！这是安尼啦，好，甲一寡真相哦，讲互大家听，无你像即马。这个添加物苏丹红，看我播，那是多阿多的，我不得话我会发脾气，直接。啊，恁大家拢爱食虾米，我靠安尼嘞！啊，那大家吃，大家爱食大麻，你们的大麻毒品拢免检查，哦。啊，大家拢爱趁钱，啊，迄个洗钱的啦，啥物跋筊的，恁拢免查。啊，恁大家拢爱食虾米，啊，怎做还是还因安尼业务上济？做袂起安尼哦，我唔知伊讲即句话艺术真正艺术是啥物？哦，迄是咧招下体啊，推卸责任呐、啊，哦，推卸责任、啊，这真唔好，还袂使，啊也无按甚物做啊？因为大清的本身伊家有捌真济人啦、啊，啊你讲是因是袂个人能力嘛啦，佮包括王必胜也无可能。啊！偌清地啊，要用完毕生，我当然互我甲笑了，笑死啊！啊！恁拢共租，恁拢用共租，你是人甲你讲安那，你也要对安尼。啊！你不要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哦。所以这实在哦，应该是袂啦。我对于偌清地的用人啊，吼，即个较比因家会较严谨啦。坦白讲，伊起码袂讲哦。啊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阿姨、阿叔、阿伯、阿丈、阿金，拢总甲你钱一块起哩，袂啊？哦，我了解伊是袂安尼啦。咱即我对伊伫台南登记二十档来甲观察啦 ，OK 啦。哦，所以大家唔免烦恼。啊，伊即马40%要安那变51%，这是伊头壳惊啊。所以伊一定会惊转来中道哦，中庸之道啊。这点您放心啦，我卖讲甲你讲100%啦，上无有85%以上的安尼做，哦，85%以上安尼做。啊，伊有一寡未歹的特质，你唔免去甲否认嘛，哦，对无？啊，伊有一寡歹的，哦，未啊，所以我甲您讲，我五里孔的演讲，你听不到台湾独立这两字，无台独这两字啊。放心啦，这是放一百的心啦。哦，一定会修正。哦，不管伊是为着要得到政治利益，或者是讲为着要安怎，或者讲因为伊认为即马接受，拢不要紧。但一定要修正，行倒来中庸。哦，中庸之道，中道之道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偌清德未来，所以因咧讲话讲，啊，大陆客，咱要去大陆佚佗，六月就甲咱禁起，啊，遮拢无法度出团。我甲你讲，六月禁，但偌清德五里空就职啦，哦，五里空就职啦，有可能这就是刁工老虎偌清德起来，头一个善意，对两岸的议题释出第一个善意，哦。啊，这个铺排嘛算，安尼算未歹啦。哦，伊若安尼铺排 ，OK 啦，对无？那会歹，未歹啊。哦，但是恁这游旅游业者，你是茫听到梁家兄安尼讲，啊，恁怎啊开始去招人客咧？人工要赔，我是无多负责。我是讲，我安尼判断，哦，安尼判断，哦，应该这有几率是安尼做啦。啊！伊那阵无，都硬禁，啊，过来五里空的迄、那个
文革演讲，哦，啊个党诶准备要烧煤，啊安尼惨，安尼就惨啊，安尼就真正诶紧张，紧张诶上升嘛，哦，所以你看人诶日本诶学者来，对毋？哦，管中民请因来，人诶就是来咧讲亚太地区。什么的台湾有事，日本有事，忙起的精神就是讲，别那个亚太卖发生代志，好、哦，阿妈卖好讲，整个亚太大家拢看美国的目镜，看伊的面色，唔免亚太本来就亚太自己要那和平相处之道嘛、哦，所以两岸政治人物要有迄个高度的政治地位，啊了后。哦，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、东南亚遮，拢还有这个地位。伊讲啊，东南亚拢停美国、停南无啦，东南亚停大陆的较济啊。你看越南堪伊遐歹，佮弯过战争过，你看越南无共啊。越南即马是用大陆的电呢，哦，伊的加工原物料拢对大陆来，而且伊大陆的迄个产业升级了后，足济。生产业就对了，一直接刷来越南，哦，越南和美国好几冬了，感觉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伊用大陆系统，哦，啊，印尼的雅万高铁大陆做呀，哦，过来马来西亚关的，哦，多即马多菲律宾较点啦，哦，西瓜呢？和美国较亲近，新加坡徛中嘛，偏美嘛，哦，但是伊偏美偏到真水，人伊嘛无讲一定美国啦，哎，但是伊迄个所在都无多啊，哦，伊武器啊，啥物货啊，佮即、這个哦，马六甲海峡伊掌控，佮规个石油的运输对家来，对吧？啊，泰国更加唔免讲，人互相唔免签证，什么会无所不至。所以爱看清这个局势，爱理解国际局势。所以咱的乡亲，所以人日本遐学者吼，伊拉记者啊，吼、哦，柳泽邪恶哦，伊拉记者啊，哦，柳泽，这个就是有四个福田、安倍、麻生，加迄有四个首相，伊拢是做因的重要幕僚。哦啊、所以呢，知影讲即个防卫部门哦，部署上安那做哦，啊爱安那化解即个纷争哦，免那会当以和平为手段，唔通进入军备竞赛，进入军备竞赛袂赢啦，伊日本都袂赢，大陆卖讲台湾，人拢有算过嘛，你有啥物货、啥物实力，你有偌济钱、偌济 GDP， 你安怎一清二楚？哦，一清二楚，所以这就是理性的分析，理性的分析啊。哦，这场演讲的内容，袂歹，恁若下甲 Google 一下，这柳泽伊找我跟这个管中民校长哦，因为长荣基金会就是江宜桦遐嘛办的，啊邀请这一挂学者日本，啊这个中野我捌嘛，中野捌，咱迄阵慰安妇的时阵，伊就捌来台南。回来，哦，啊，所以你也了解讲，哦，人因这来，对不？人因是担心，哦，伊整个东亚的局势咧分析，啊，最整个东亚局势跟什么人直接关系？外部的只有美国、欧盟他们家。无啥物吼，因、哦、就听美国个，美国，所以美国个力量个影响，所以应该想讲啊，那呢，川普若起来个时阵，有可能有啥物变化。啊，那川普起来个，拜登那连任会安怎？四当前你袂记哩啊？咱个蔡政府全部拢对川普上讲伊稳定个，吼、哦，啊，全部拢对了啊。啊，跌落就脱离啊，对不？所以有人是啊，食紧弄破碗哦。
吃筋弄破碗。哦，你像这个来进步新闻证，哦，我赔两一百，我讲我唔是两一百，我本来要问这条想啊，知影好，我有哪要见解说者，我唔知有人问过，无人问过，那两一百，十一开了了，还两一百，我赔来，讲赔上两一百，啊，佮有买遐物件是咱付钱。啊，加加了要几十亿个啊！啊，即马甲你讲啊，巧啊，当报捷两亿八，有够厉害，因这有够厉害，哦，好人安尼，哦，所以这个柳泽邪恶，这个你也在看卖啊，哦，啊，伊拢讲英文，哦，加日文。啊，伊英文我有一个腔啦，啊，我听无啦，我英文我都唔捌，简单的捌啦。啊，含伊食饭哦，日语捌啦，听几句啊，听差不多15%，啊，就倒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人这就是讲有做过真深入的研究，会使去来了解一下，啊，互恁对讲台湾的国际社会。唔是哪里个问题呢？哦，唔是两岸的问题。啊，个所以我常在甲恁讲，哦，哪里是两岸呢？唔是讲咱台湾甲大陆讲好了，这一个国际社会同意，哦，同意，对不对？这是安尼嘛？哦，因为你即马讲假设啦吼，台湾含大陆，台湾讲我要主张独立，日本、韩国、美国无人敢听你，忙哦忙哦，袂使。卡苏哦，啊当然大陆一定反对。卡苏即马热情点起来，怎啊含习近平讲，咱来统一哦，啊统一台湾，我互我管，我啊安那几个，咱来定结啥物话？我讲，唔是恁两个讲个就好，日本、韩国。哦，欧盟，哦，美国，即大家，因外因有哪出来讲袂使，安尼听无？哦，唔是咱两边讲好了 OK 啊，所以你爱清楚，哦，这是真清楚的代志，所以这两岸大海的问题，基本上是半国际问题，所以大家人慢慢哦理解啊，加听。瓜这个代志。